Shall we begin? Let's begin now. ¿Qué?
这种用啊，这种线肯定是不会放断的。是吗？我们小时候是那种，就是最简陋的那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可能放不了吧。你先玩吧。那也可以。我们试一下。一会儿吧。 你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 放水好严重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今天那个好好吃，可惜你们都没吃到。你在试啥？你吃了在这试。这也没有风啊，我们就这么一个。 Thank you.
看一看。嗯，好吧，一会儿再见。妈呀！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，一条小路，然后一条上山的路，一条可以通往山顶的路。上面呢是很神奇，它的编号很神奇，给我们看一下。哇哈哈！1、2、3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走吧。好久没有你也爬过山了，哇哇，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虽然这个山不是很高，但是看得非常的清楚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广阔。好漂亮，深圳！哇，好了，因为太黑了，就不给你们拍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下山。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让我们来揭晓一下，是不是下山真的很难呢？哇，好黑啊。重大新闻，重大新闻，我工作人员的手机掉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帮他找。哇，太精彩了、哦、众人然后在下山的途中然后返回去找手机，在我们刚放风筝的地方，究竟能不能找到呢？拭目以待。这个剧情可真是，如果你们是为了录这一支 vlog 然后想了一出这样的剧情的话，我也是很佩服你们啊，不得不佩服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啊，在这个时候手机掉了的关键时刻还不忘给我打光，把光给我关了。什么光啊，赶紧下山找手机，还拍快找手机了，我这拍着呢。你的手机的定位在哪儿？那就是那儿了，快快快快快去、哦、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从保利剧院到这个什么广场，莲花山广场，我们在找一个手机，一个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在的手机。快快快，人家放回家了，赶我们走了，快点！手机到底能不能找到呢？好紧张，好刺激！然后别播放声音。你打电话不就好了吗？手机要没声音。哦。在播放声音上，你能听到吗？有吗？有声音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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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案发现场，案发现场，手机。找到了，他静静的在这里躺了很久，躺了多久呢？大概1-2个小时。这是我们的案发现场，当事人过来捡你的手机，不要拍了，快点。OK。天哪，哇！恭喜我们找到了手机，今天你的任务圆满完成。观众朋友们，下期我们再见。哇哦！快快快！哎，跟你说，这是怎么玩的？是吧？是哪儿的？不是吧？
好晕。走。好晕。好晕。哦。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啊，这你们当然能听见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。我们现在在深圳湾的这个公园，这边呢是繁华的深圳，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今天呢，深圳的这一次夜游就到这里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祝各位晚安。拜拜。Thank you.